湖上，应该会有咁样嘅流沙好中意音乐。如果你话中意音乐就好细个开始，即系要可能系屋企播啊咁嗰啲时候就开始中意音乐啦。但系创作音乐嘅时候就系14岁开始。去到依家我都知道你有唔少个嘅作品噶喎，例如有双鱼座，系。呢啲我冇公開嘅，所以大家係啊，就呢啲場合可以聽到我嘅歌。我即係大家想聽到嘅歌，就係你冇公開過嘅作品啊嘛。係啊，係啊，係。咁依家加落舞台嘅啦，咪啊。哇！我哋由 Lady First 先，我就再準備多一陣先，係啦。好辛苦你。有冇聽到我聲啊？你哋，我見到嗰度有 Spiderman 啲衫喎。Hello， 小朋友，你有冇中意 Spiderman 噶？我都好中意 Spiderman， 我啲波希鞋全部都係 Spiderman。好，咁今日咧第一個歌叫做《Push Up Baby》啦，咁佢係一首好舒服嘅歌，咁希望大家都好舒服咁樣一齊聽我唱呢首歌啦。
大家有冇咁好熱啊？係，OK，係咁啦。跟住咧，呢個歌咧，我想邀請一個朋友仔嚟同我一齊唱。
過談下。我哋不如俾啲掌聲啦，雖然咧，我好難得到呢個機會，因為咧唔係個個都可以請到一個新人嘅歌手嚟同我一齊唱歌嘅，你估咧呢個時候咧，你會唔會可以幫我彈一個我好中意嘅歌，叫做《Price Tag》啊？梗係可以，你哋有冇聽過《Price Tag》呢首歌？冇，《Price Tag》，《Price Tag》，《Price Tag》，Jessie J 嘅歌。聽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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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啦。咁呢啲歌咧就係輕鬆啲啦，俾大家心情啦，舒服啲咁樣啦。咁識唱嘅朋友咧一齊唱啦，唔識唱嘅朋友咧企起身啊，拍下手咁樣都好好啊，最需要大家嘅支持。我第一次覺得